在最后的29:43，工程师请求暂停。那进攻时间跟比赛时间大概差了5秒左右，稍待会就来欣赏 ATO 了，来听听看冠伦教练如何部署这一波的攻势。4号位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啊，一就好，没关系。好，这一个过来，过来后 swing，8 seconds swing， 所以 swing 会这样做哦。第一个，空间呢，四面的大荧幕之外，站在我们两侧的大荧幕。4号位，这边 A B here，Rico here， 可以吗？所以这边给的时候走 cross screen Rico go， 所以这一个1号位2号位直接换掉，所以这一个过来以后，对不对 ？Pass to A B， 这一个直接过来 screen this way A B go。A U pop， OK， 啊，对，10秒。不过是这样的用人方式，你也可以反映出来，就是说他们对勇士是相当尊敬的，没错，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这个2-8的球队缩小到个位数。对，勇士队的追分能力是非常强的。谢宗龙对上来 ，A B 球交给小练，没有人来防守他，外围起一个没有问题。过来后 swing。8 seconds swing， 所以 swing 会这样做哦。第一个，空间呢，四面的大荧幕之外，站在我们两侧的大荧幕。4号位，这边 A B here，Rico here， 可以吗？所以这边给的时候走 cross screen Rico go， 所以这一个1号位2号位直接换掉，所以这一个过来以后，对不对 ？Pass to A B， 这一个直接过来 screen this way A B go。A U Pop，OK， 啊，对，10秒。哇，今天朱昀豪啊，投球很省啊，三投，但3次全部命中3分球。透过朱昀豪领去秋波的3分弹，工程师在半场攻下了61分。